止于根其前者，但能治心心药，愿生彼国，乃至生念，临命终时蒙佛摄受，便生极乐。啊，这是告诉我们根基浅的，啊，像我们先前这种程度，但能治心信药，我们要认真去想想，我有没有做到这四个字？治心是真心，也就是专心，一心专注叫治心，真正相信。要是喜欢净土宗这个法门，喜欢无量寿经，喜欢阿弥陀佛，喜欢这一句名号，这心就足了。你有真心了，没有怀疑，接着愿生彼国。啊，我真正想在这一生生到极乐世界。我到极乐世界学成功了，我再来。这个愿好啊，这个念头好啊。再来是叫再来人，菩萨了，不是凡夫啊。啊，再来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度众生。是为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。大乘教里头，佛事门中不设一人，那一个人想学，一个人肯学，也不会把他放弃，也要成就他。大乘菩萨愿，希望我们能有这个愿心。啊，念佛功夫真正有心有愿，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。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，完全是自己念佛功夫的前身，啊，不是多少。换一句话说，功夫深的人放下多，功夫浅的人也有放下少。要真放下了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，啊，真放得下，这功夫深呐。所以乃至十念，临命终时蒙佛摄受，便生极乐，决定得生，真的是万修万人去。